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从那个轮掌中，哦，挥宝光啊，在阿难的右边。那么即使阿难呢，哦，回首啊，哦，右盼，哦，转过去也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又放了一光呢，在阿难的左边。阿难呢，则又啊回首左盼，哦，就是啊看那个啊佛放出来的宝光。那么佛告阿难，佛跟阿难讲说，汝头啊今日啊何因哦摇动，你的头哦今天为什么啊哦这样啊左右啊摇动。阿难呢就回答说，我见如来持妙宝光来我左右，哎，故呢左右观头字呢哦摇动。那释迦牟尼佛又问说，阿难，汝盼的佛光左右动头，为汝啊头动，为父啊见哦见动，是你的头在动呢，还是见性啊哦在动？那阿难呢他就回答说，世尊，佛头呢哦自动，而我见性啊尚无有止，随为摇动哦，就是呢啊动静啊双离。哦，上无有止啊，它是镜像，它随为摇动啊，哦，动向，它所以没有啊动啊，就不用说镜，没有镜就不用说动，哦，所以动静啊双离，哦，这个时候啊，阿难他已经知道，说头在动啊，哦，见性啊，哦，没有动，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啊一直强调，说我们呐 以为啊。是佛性在身体里面，然后我们到哪个哦哪个地方啊，就把佛性呢、啊、带到哪个地方去，哦，都这样啊，以为所有的众生呢也都这样，哦，就形成一个共识，大家的认识，啊，这样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有详细解说哦。说呢，我们的啊佛性呐、啊、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动的是我们的身体，哦，动的是外面呐、啊，哦，万象哦在动。然后我们的见性，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呐、啊，没有动，哦，它是充塞啊整个宇宙虚空，哦，不管在哪个地方呢，众人都。到达太阳系的外面，我们的佛性也在，哦，所以都不用佛性啊带来带去的，这样了解吗？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哦，因为我们啊这个之前啊就一直强调说啊，哦，大家都认为哦佛性啊是在身体里面，哦，那佛就了。讲清楚说明白，说我们的心啊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之处啊，一切呢均能分别了知啊，心的都一样啊，拢清清楚楚哦，也了解。那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那我们身体里面呢、啊、有五脏六腑，有抓生法掌。有筋转脉摇，可是呢我们啊全部都不知道，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五脏六腑吗？都不知道哈、哦、所以可见啊我们的心啊不在身内。那阿难哦听到这样讲以后啊，不在身内，那在身外，那在身外呢我们更知道不对了，对不对？哎，一定呢哈、哦还跟身体有关系、啊、所以、哦、是不急、啊、不离，不急呢就是不住、啊、不住在我们身上，可是也不离开我们身上、啊、所以佛学就讲身体、啊哦、它是、啊、水有风土啊，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的、哦、我们要呢、哦、还给天地。那水有风土它是无知之物，没有知觉性的东西。那可是现在我们身体呀、啊，
都有知觉性。那么身体的知觉性呢，我们就要了解它是实以啊，我们佛性的那个一部分，是实以佛性。那我们现在呢，就把知觉性跟所有宏图把它分开。那分开了以后我们修持就是我们那个灵知灵明的知觉那个呢就是佛性的本体没有形象的本体，这个叫真。我们从小就被长辈告诫要认真要认真可是我们都没有朝的那个认真的真去努力他都论假论现象。那现象变化无常，都是假，都不真。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才一直六道轮回。那上个礼拜不是有人问吗？说那个我们那个沙拉油烧到超过100度，将近200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手下去整个捞都不会烫，有没有？有。那或许就有解说了，那个就是气生灭手珍藏，长时间下来的功效那个六祖不是被智者从脖子砍3刀吗？那为什么砍过以后六祖没有死掉？就是因为他已经修持那个外面的所有宏图跟身体的所有宏图已经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结合了以后它不会有摩擦所以互相之间不会伤害。好像我们水要把它倒进水，那我们倒进水以后已经融成一体能够分出来我们倒进去的水跟原来的水，可以分得出来吗？已经分不出来了结合一起所以努力修的时候天地的所有宏图跟身体的所有宏图已经结合合在一起了所以那个六祖被朱彻砍3刀就没有受伤，没有死掉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到那个不是说一波波改这个脖子没有把它伤到或者就听有人这样讲，我说那不正确啦是有，可是有功夫啦那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佛性本体，就是气生灭手珍藏，身体所有宏图是生灭的，我们去掉然后手珍藏呢就是那个灵敏知觉性我们都守住它。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那一个所有宏图的知觉它慢慢会转移到佛性本体。那当它已经可以转移到佛性本体的时候我们这个所有宏图恢复它本质，本来没有知觉性的那个本体就呈现。那当它呈现的时候你就可以沙拉油烧滚200度，你的手下去去摸去捞捞那一些沙拉油，可以烧大把香，然后倒过来把那个香燃烧的部分送进嘴巴里面，舌头不会受伤。这样了解吗？不是在讲卡通影片这个是实际修持方面的功夫。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人都没有？因为我们现在的精神都外放没有说来守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对身体又非常注重注重身体的现象所以这个样子你再经过几生几世都不可能到达那一种状态就是你的手可以下去200度的沙拉油里面去捞
不可能的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功夫，哦，不可能有那个现象啊呈现。那我们实际做功夫啊，嘿，慢慢你就会知道，哦，身体的哦那个知觉，哦，它慢慢啊，哦，就是淡化。然后呢，我们那个佛性的灵敏度啊增加，那越来哈，哦，越增加，身体的哦那个所有风土啊，哦，越来越没有知觉性，到后来你就可以真正的做到不可思议的现象都呈现，哦，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的哦佛性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很奥妙的哦。那我们一般啊，对他的哦了解度啊都不够，哎，都注重现象，啊，身体的现象啊，哦，不管我们再怎么注重，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努力哦去养生啊，都一定会死掉了。哦，死掉的时候啊，身体的所有风土就归还给哦天地啊，所有风土我们都不能够拥有。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哎，我们可以自己啊主宰。到达那个时候啊，哎，我们就哦那个生与死啊、迷雾啊，已经都无关重要了。哦，已经呢回归到我们的本位。哎，每一个都是佛。哦，所以要对自己啊有信心，自己啊本身就是佛。现在之所以还没有成佛啊，就是了一了业障，然后呢改一改观念，了解吗？了解。哦，这个很重要哦，哦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哎啊，所以这边哦，这个阿难他已经啊了解到说哦，见性啊哦，双离动静，没有动也没有见啊，哦，动静双离。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哦，也要哦了解到说。哦，我们的佛性啊是常住不迁，哦，没有搬家啦，没有搬来搬去啦，然后呢如如不动，哦，是不动的。因为呢如如不动，所以我们看影像才清晰，不是一直用哦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讲吗？哦，记不记得？记得哈。哦哎，我们有玩过相机的都知道啊，哦，照相的时候啊，哦，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哈，哦，手不能晃动，一晃动呢，洗出来的相片啊模糊不清。那可见啊，哦，就是不动的时候啊，才能够很清晰。那我们哦，假如说哦，一直以为啊，佛性是在身上，我们头都一直在动，对不对？那我们头动的时候啊，哎，我们那个啊，哦，那个佛性啊，看影像啊，也一样模糊不清啊。可是我们现在哦，哎，头转得很快，看的影像又很清晰，对不对？就是身体在动啊，佛性没有动啊，哦，佛性啊，如如不动。还有了解不？哎，蛮重要的一个观点。哎，那种以为讲，哦啊，佛性在身躯啊，哦啊，你若去倒了，甲带去倒位啊，哦，出国去观光的话，就把佛性也带出去观光啊，不用带啦，他本来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啊，佛性都有啦，哦，都有，他遍满整个虚空，所以啊，哦，我们现在啊，哦。看哦，我们周遭的万象都了了分明，对不对？为什么能够了了分明？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有无？看个足清楚的吼，嘿啊，足侪人，大家拢七孔，啊，大家拢面无共，对无？吼，啊，拢真清楚嘛吼，那个就是佛性，吼，我们佛性呢非常亲切，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一定呢要哦认识它。那么佛就给释迦牟尼佛就给他印壳说如是，对了，你的公案的对哦，见性啊，双离动静哦，没有动向也没有见相。那么于是如来呢，普告大众哦，这个普遍呢告诉大家，若复众生啊，
以摇动者名之为尘，哦，这个摇动啊，就是尘，凡尘啊，凡尘的景象哦，都是摇动，因为啊，它呢一直啊在哦这个生灭不停，所以我们也哦有浅显问嘛，哦，那个清净经啊，哦那个动者静之机有没有？大概哦那一句话考倒很多人呐，哦。我们以为都是静为主要，为什么动呢变成静的基础呢？所以那个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解说。假如说凡尘不是动，小孩子不会长大，我们万物也不会生长，啊，万物有没有生长啊？会出芽要大长，对不对？我们孩子会大长，啊，大人会老，对不对？有没有在动？都是啊，全部都是动。那假如说我们静下心来，跟天地啊一样动，哦，这个叫做动则啊静之机。那假如说我们也动，天地也动，这个叫背道，哦，违背啊这个道，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摇动则啊，名之为尘，就是凡尘呐，啊尘哦，它有那个污染。染污的意思啊，哦，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啊，窗子门啊都关起来，会不会有灰尘？有，一样会有哈，哦。还会得来？从虚空来哦，虚空之中呢，自然都有哦，自然呢都有灰尘，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尘啊，就是啊染污啊，污染我们的佛性本体。使它呢不清净，那我们呢在凡尘啊，就要去掉这一些尘垢，凡尘的污垢啊，全部都去掉，它能够去掉凡尘的污垢，佛性就清净。那清净以后啊，回归到本体了，我们就能够回到本位，回到我们每一位都是佛。那么以不住者啊，名之为客。不住，像我们的念头啊，都呢心心不住，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那个不住，那不住呢，就好像呢客人一样，客人来了这个问题讲完办完了，他就走了，主人都不用了，不用来来去去，可是呢，客人啊就要来来去去，以比喻啊，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呢都是啊，生灭啊，来来去去，所以它不住。那么汝观厄难啊，头自摇动啊，见无所动，头在动，身体在动，万象在动，然后见性啊都没有动，如如不动，又汝观我所啊，所自开合。又汝观我所自开合啊，见无失卷，失就是张开啊，卷就是收起来，我们的见性啊，没有张开，也没有收起来。然后底下啊，我就讲说，云何汝今啊，以动为身，以动啊为境，把那个身呐，我们的法身，以为说这个肉身的身呢就是法身，然后以动呢为身，然后以动啊为境，完成的啊那个景象啊全部啊都把它当成真。那么从始即终，那个从开始即呢就是到达，从开始到达终点啊，念念生灭，我们念头啊一个接一个。念念的都生灭，然后遗失啊真性，真性啊，就遗失了，我们曾经啊遗失过东西嘛，都会有哈，那我们真性啊也被我们遗失掉了，因为都不认识它，所以不要它了，遗失真性，然后颠倒啊形式。这个颠倒，就是呢，重要的哈，都不注重，不重要的看得很重，就颠倒，
老一辈的时候啊，迄钱话拢唔白吼，啊唔钱话看个会老。各位有没有这样啊？还有啊，无钱话看个会老啊。哦，所以哦，了解到了那个颠倒，我们凡人啊，哦，应该注重的佛性啊，我们都看清了。应该看清的身体啊，我们都看重了。哦，啊，在你养生，在你顾，有没有啊？有在顾身躯啊，无啊？海下面，要借假修真了吼，爱顾，这样法度把佛性呢修得很光明，哦，能够恢复本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哦，那个假的虽然是。哦，不真，可是呢，我们要好好，哦，利用它，就是不要利用它，哦，吃喝嫖赌这样就好了，哦，我们可以啊，哦，借哦身体的假来修佛性的真，借假修真，可以让我们呢回归啊，哦，到佛的本位。那假如说我们吃喝嫖赌啊，借着身体去享受的话，造了很多罪。一口气不来到哪里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啦。哦，他进入三恶道以后啊，就迷迷糊糊了，都不知道苦难。哦，我们看那个三恶道最轻的那个畜生道，畜生道知道苦吗？知不知道苦？不知道。啊，你也不是畜生还知道说他不知道苦？你有？蹲下来问他吗？啊，你也艰苦呗？他怎么回答？咕咕咕咕咕。所以哦，性啊、哦、心啊失真，任务啊为己。哦，我们的佛性啊，跟我们的真心已经呢哈、哦、失掉了，他的那个真哦。任务啊，哦，这个水红土啊，就是物东西呀、啊，任物为己，任东西呀、啊，哦，就是为自己，我们把这个身体呀、啊、看得很重，就是任物为己。那么轮回之中啊，自己流转，在轮回之中，哦，六道轮回之中，我们自己呀、啊，哦，取那个啊轮转，一直啊。哦，就是不离开呢这个六道，这个是哦，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啊，跟呢这个大众啊去阿难讲。那么尔时哦，阿难及之大众啊，闻佛四会哦，这个时候阿难呢及啊诸大众啊，听到哦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开示啊，教诲身心啊泰然。哦，就是身心呢，哦，安泰啊，自然，哦，很快乐的，念无始来，哦，就是回想回观呐、啊，无始以来啊，失切本心，就是哦，本心呐、啊，都失掉了，失却了，妄认啊，眼尘分别影视，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哦，眼尘啊，就是尘眼。我们跟凡尘啊，哦，结的缘，哦，蛮深呐、啊，他都很贪恋凡尘，那个叫眼尘。那么分别啊，就是凡尘里面的哦，所有这一些影像，都了了分明。哦，那呢，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一些啊，啊，影视啊，就是影子方面的事，哦，所以。啊，都是啊，虚幻的，不实在。哦，凡尘的事啊，都是影视。像我们时常都在用啊，有影无？有影无？影视啊，都、就是影啦。啊，有影无？吼、哦，有啊无？有影无？无啊。哎。有实在的影，吼、哦！啊，你那阵看到人，啊，都伫个吼日头中，那无影啊，一定看到鬼啊！
所以哦，人实在啊有影哦，有影。那么进入开悟啊，哦，这个阿难呢啊，他所讲今日已经开悟哦，经过佛的诶那个开示教诲，已经能够领悟了，如师如儿，好像呢哦那个啊幼儿呢啊这个失掉啊。哦，这个母亲哦，没有奶可以吃啊，哎，会会命啊，哦，就丧失掉了。那么呼吁啊，哦，慈母，哦，现在呢，哇，又遇到了慈母，哦，可以啊，哦，会命相续了。合掌啊，哦，礼佛，哎，就是啊，双手合掌，哦，然后呢，这个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啊、真实、哦、跟你虚妄、哦、真妄虚实、啊、那个真实跟虚妄的真假、哦、所以真的跟妄的虚的跟实的现前、啊、生昧、啊、已不生昧二花明现、就是呢希望说释迦牟尼佛能够、哦、显出身心、啊哦、真的跟假的、哦、虚的跟实的、哦、生昧跟生昧跟不生昧、哦、这两方面、啊、都、哦、清清楚楚的能够呢让、啊哦、大众以及阿难呢他们都能够、啊啊、发现明了、哦、这个、啊、实在的、我们的那个本心。那么这个时候、啊哦、波斯诺王哦，起立啊，白佛，我喜啊，未曾知佛悔赐啊，这个波斯诺王，哦，就是啊，宴佛啊，请佛吃饭的，那个波斯诺王，哦，起来呢，啊，向我表白，说我往昔啊，哦，未曾知佛的哦教诲，哦，然后赐念，那么见迦旃延啊，哦，毗卢其子。这个迦旃延以及啊毗卢其子是印度六位外道里面的两位他们呢都是外道贤言贤呢就是全部多说啊此生身后断灭这个外道啊就讲说我们呢一口气不来那个、啊、一了就白了死后呢就断灭名为涅槃。哦，这个呢，胡说八道了。哦，涅槃是不生不灭。他说断灭时候断灭是涅槃，哦，那个不对的。那么我虽知佛，虽然这个波斯诺王跟佛啊同时哦出生在凡尘，哦，这个时候啊波斯诺王哦62岁、啊，那因为释迦牟尼佛跟呢。啊，这个波斯诺王同时同一年啊出生在凡尘，所以哦，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是啊62岁，哦，比那个金刚经啊哦这个还要早，金刚经是68岁的时候讲，那这个时候是62岁哦，还早哦6年。那么今有狐疑啊哦，因为。听的时候断灭啊，他觉得说哦不合真理，可是呢不知道哦他的结果是怎样，所以啊还怀着那个狐疑的心。那么允何发挥啊正知此心？怎么样来哦发挥哦证明知道啊哦这一个心啊不生灭地？怎么样啊可以到达不生灭地？那么今此大众啊，知有漏者哦，衔接呢愿闻哦，这个大众里面呐、啊、哦，这个挑起哦那个啊啊知有漏，有漏啊就是程度啊比较哦低哦，精神都外放哦是有漏，那漏呢翻成我们中文啊叫做烦恼，那有漏啊就是有烦恼。哦，所以只有烦恼者啊，全部呢都很喜欢哦，听呢哦那个不生灭的那个啊真心。
那么佛、哦、告大王，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哎、就告诉了波斯诺王、啊、所以、哦、他们都互相呢、哦、尊重、哦、这个佛称呼啊啊波斯诺王也称大王、哦、那啊波斯诺王、哦、这个称佛、哦、所以、啊、他们都互相尊重。汝身现在、啊哦、释迦牟尼佛跟呢波斯诺王讲、哦、那个死后断灭就不用讲那个、哦、没有看到，他们讲汝、哦、身的现在，今复问汝、哦、现在呢问你，汝此肉身啊为同金刚常住不朽，为护啊变坏、哦、问问你现在这个身体啊这个肉身是跟金刚一样呢、哦、它能够常住、啊哦、不朽，不会呢、哦、这个腐朽、哦、不会坏掉，维护啊、哦、变坏，还是呢、哦、它会变化会坏掉。然后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我今此身呢终从变灭啊，说我、哦、现在这个身啊、哎、就会、哦、变化呢消灭。那么释迦牟尼佛就问、哦、说大王，汝未成灭、啊、云何诸灭？你都还未灭，你怎知道一定会灭、哦、都还未死，怎知道一定会死？然后呢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我此无常、啊、变坏之身、啊哦、虽未成灭、哦、虽然、啊、还没有灭，我观呢现前啊念念啊谦谢、哎、就是呢、啊、有听那个外道讲说呢死后断灭，所以他对、啊哦、现前的一切变化非常在意、啊哎、所以非常仔细的、哦、观察，所以观察现前、啊、念念啊谦谢、哦、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啊、一直啊千遍然后代谢，那么心心啊不住哦、新出来的念头呢它呢又不住、哦、又呢、哦、有后面新的又升上来，那么如火成灰啊，好像、哦哎、那个木啊或是能烧的东西啊一烧了、哦、就变成灰了，渐渐啊、哦、消运慢慢的、哦、一直啊、哦、消失运亡、哦、运亡不息啊、哎、一直啊朝着死亡的道路前进，截知此生呢当从灭尽、啊、所以知道、啊哦、这个身体一定、啊哦、会灭尽。那么佛、哦、听他呢、哦、讲这个呢都还、哦、能符合、啊、这个真理，所以给应可、啊哦、说如是大王，如今生灵、啊、已从、哦、衰老颜貌呢何如啊童子之时，说你现在的、哦、那个年龄啊已经啊衰老的、哦、62岁，那个颜貌啊跟那个童子的时候比较啊、哦、怎么样，有没有一样？然后呢波斯诺王他就回答说，世尊，我昔还如啊、哦、呼错认责、哦、我往昔啊那个啊小孩子哦，属生的时候也还会走路啊，叫如此哦，还如。那么肤臭哦，肤啊就是皮肤，臭呢就是啊皮肤的纹理哦，润泽啊哦，润滑光泽，年至啊哦这个啊长成血气啊充满哦，一直啊哦这个年轻的时候啊长成的血气充满，耳筋呢腿脸。现在、哦、已经、啊、颓败的年龄迫于、啊、衰貌、哦、已经呢被、啊、时间赶到已经、哦哎、衰貌、哦、那个老底下一个毛啊、哦、年貌起蝶貌、啊、就是金老啊社会、哦、英雄、哦、70、80、90，那么形色呢、哦、孤脆、啊、精神、哦、昏昧、哦、这个整个形象哦、都叫孤悴、哦、很憔悴、啊哦、孤微憔悴，精神呢、哦、已经、啊哦、昏昏不明了、哦、很暗昧，
花白呀、啊，面皱，头发都白了，哦，面哦，这个面孔啊，哎，那个皱纹啊很多，待僵不久，就是啊，在凡尘哦，各边瓦固都死啊，哎，这个待僵不久，哦，这个翻译的哈、哦，把他们这个翻成哦前后啊，哎，转过来讲，那么如何鉴比呀、啊？哦，充盛之时，跟那个哈哦孩童的颜貌啊啊不能比。那么佛哦，释迦牟尼佛就讲说道啊，汝之形容啊哦，应不啊顿朽。说你的这个形容啊，应该不是啊很快啊就马上哦到达这一种哦那个哦啊腐朽的那一种程度。哦，婆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变化密矣呀、啊！哎，我们那个哦身体的变化密矣，我曾不觉哦，不觉啊，不知不觉，我们身体一直在变化。寒食啊，牵柳，哎，就是哦，哎，这个冬天过去了，夏天来；夏天过去了，冬天来，这样千变啊，哦，流转，见至于此。”哦，渐渐呢、啊、到达这个样子，底下呢就细数啊，哦，那整个过程，何以故？我年二十啊，虽好年少，哦，颜貌已老，吃十岁时，讲我二十岁哦，虽然还阁真少岁，唔过哦，已经比十岁较老啊。三十之年又衰以二十，三十的时候啊，哇，又比二十岁啊，哦，更老。已经呢，六十又过于二，六十二岁了。哦，说观五十时啊，哦，宛然强壮。我今嘛六十二岁，啊，回想我五十岁时阵，哦，也够真用。哦，宛然呢很强壮。世尊，我见密矣呀、啊。哦，虽迟齿肉，这个齿肉本来是死亡的名称呐、啊。那么这边呢、哦、就在讲变化的现象。那么其间留意、啊哦、这个中间、哦、那个变化、哦、写现十年、哦、就讲、哦、十年中的变化。若复令我、啊、微细思维、哦、就是 啊微细的来、哦、观察来想其变啊，连为一季。一季啊，就是十二年，哦，一季之中啊，那个十二年的变化，哦，也都很大，哦，时为年变啊，不止哦是一季，一年啊就已经有变化了，岂为年变啊，一间夜化，不只有哦一年的变化，哦一个月啊一样，哦它也有变化，那么何止夜化，不只有哦一个月变化。又兼、啊、入千、哦、一天一天、啊、又千变、哦、所以、啊哦、这个形容、啊、那一种、哦、那个观音、哦、因我们那个时间的流逝、啊、很细、啊、沉思地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啊、不得停住、哦、又呢能够沉思地观静下心来观察，刹那之间呐、啊，哦，我们的念头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啊，哎，都哦一直啊延续啊，哦不得停住，故知我身呢终从变灭，所以知道啊这个身体一定啊哦会变灭。那么佛告大王，汝见变化千改不停，所以你已经哦看到啊。啊，这一种哦，这个啊啊密哦秘密的那一种哦变化的情形都能够了解，悟知哦汝昧哦由这个现象啊领悟知道、啊、哦你会啊这个啊死亡，意于昧时啊汝知身中有不昧也，说呢在昧的时候哦在死亡的时候。你知道身中有不灭的吗？这个波斯诺王合掌白佛、哦、他就回答我死啊不知、哦、实在呢不知道，那么佛、哦、就讲我今呢视汝
不生昧性。那我现在呢，这个开始给你知道，那个不生昧性的地方所在。底下呢就借着经过的事来讲，说大王，你年几时见恒河水？婆娑罗王回答说，我生三岁我的那个年龄三岁的时候慈母惜我夜骑伯天，就是他的母亲带他呢去拜那个骑伯天。骑伯天呢就是长寿天呐、去拜这个长寿天，希望呢能够长寿。那么经过此流就是经过恒河耳时即知是恒河水。那个时候三岁就知道就是恒河所以他们那个印度恒河很有名对恒河又很尊敬。那么释迦牟尼佛又讲，大王，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已十岁，乃至六十日夜岁时念念千遍一直这个时间的经过都一直在千化改变，则汝三岁见处何时，至年十三其水允何你三岁见到的恒河水跟十三岁见到的恒河水有没有一样婆娑罗王回答说十三岁的时候如三岁时宛然无异那个水都没有变化了。三岁见到的水十三岁见到的水都一样，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到现在六十二岁见到的恒河水也是一样没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佛就讲，汝今自伤自己很感伤，发白面皱头发都白了容貌皱纹很多，其面必定皱于同年那个面容一定呢这个比童年的时候皱纹多得很多，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以习同时观河之见有同貌不所以佛就问婆娑罗王说你的面跟童年时候的面面孔已经都不一样了，那么看到这个恒河水现在看到的跟那个往昔孩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看到的见性他有没有生吃那个毛同貌呢就是已经有生那个毛出来。各位了解吗？我们的见性会不会生同貌？会生毛出来吗？不会哈。所以是那个婆娑罗王回答说不会是真无生见性里面没有生东西就是呢真清澈。那么佛言，大王，汝面呢虽皱而此见经那个见经就是我们见性，经呢就是纯一不杂叫经，见经就是我们的见性本体性呢未曾皱，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的见性没了啦。那么皱则为变有那个那个皱纹那就是变不皱会变那没了那就没变化，那变则寿灭会变化呢它就会消失不见。那么彼不尽不变则言无生灭不变的话呢它就没有生灭。那么允何于中受汝生死所以那个不变则没有生灭为什么会在
哦，你的认知之中呢，哦，接受啊，哦，你那个生死，而由引彼啊，摩切离等，就是外道所讲的话，多言此生啊，死后前灭，哦，用了那个外道哦所讲的呢，都牢记在心。那么王闻是言，哦，婆娑诺王听到呢，哦，这个话，信之身后啊，哎，舍生弃生，哎，就知道呢，哦，自己呀，啊，哦，身后就是死掉以后啊，哦，舍生就是舍掉哈，哦，这一生，弃生啊，又往下一生啦，啊，哦，舍生弃生，我们六道轮回都这样，舍生弃生。那么已知大众啊，然后踊跃欢喜，得未曾有，哦，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那个波斯诺王哦，只在意啊，哎，他那个死后哦，这个断灭了，哎，他没有哦，这个要求啊，哦，找到真心，哦，也没有要求呢，哦，要呢修正成佛，哎啊，所以只听到哦，释迦牟尼佛讲说哦，哎，那个死后啊，哎，舍生弃生，他就已经很高兴了。那么这个时候，哦，阿难啊，听到，哎，那个见性啊，哦，不灭，哎，所以啊，又产生了，啊，哦，他的那个疑惑，所以啊，即从做起，哦，阿难呢，即从做起。那么礼佛合掌，哦，长跪啊，白佛说：“世尊，若此见闻啊，必不生灭。”哦，这个见闻就是能够看到啊，恒河水的那个哦，它呢都没有生灭。那么云何哦，世尊呢，明我等辈啊，遗失真性，颠倒形式。哦，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哦啊讲我这一些有漏者啊，哦，这个比较低层次的哦辈分呐，啊，遗失真性。然后颠倒形式，哦，这个有一点怪罪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责备的，哦，不恰当，哎，所以他又开始问了。那么愿先慈悲啊，哦，许我成垢，哦，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先慈悲，哦，许我这个凡尘的污垢，哎，所以这边呢就是啊第四个。哦，十番显见的第四个显见啊，不失，虽然颠倒，可是呢，哎，它不失掉。那么即使如来哦，垂金色臂啊，轮手下执，是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所为正为倒。哦，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哦，就自然两手下垂啊。垂金色臂，然后呢，啊，他的那个手指啊，哎，就指啊指向这个地上，然后呢，告诉阿难，哦，跟阿难讲，说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母陀罗手为正啊为倒，各位浅浅，我们两手下垂啊，是正还是倒？这样啊，是正还是倒？两手下垂啊。是正还是倒？我们平常都没有去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当佛一讲出来以后，我们也想了非常久，啊，你是正还是倒？然后阿难呢，他就回答说：世间众生啊，以此为倒，因为每一次啊，阿难用自己的那个意识来回答，时常被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头棒喝，所以他拉世间众生呢来垫底呀，所以不敢用自己的意识回答，说世间众生啊，哦，以此为倒，哦，而我不知啊，谁正谁倒，这个自己都不负责任呐，拢推有别人，哦，说这个世间人，然后佛呢？哦，就随着他的哦那个话意呀，啊，就跟他讲说：若世间人啊以此为导，即世间人啊将何为正？哦，世间人拢讲安尼叫做导，
啊，世间人讲安那好做假，哦，阿难就回答说：如来哈、哦、势必呀、啊，哦，脱了绵索啊，上至于空，则名为正。哎，阿难哦，甲释迦牟尼佛讲，讲你哦，手啊举开，啊，比在天空哦，那个比在啊这个天上，安尼就好做正啦、啊。哦，啊，这个佛也很听话。哎，佛即势必呀、啊。哎，叫牙开都牙开，哦。那么告阿难言，哦，跟阿难讲，若此颠倒啊，哦，首尾相换，哦，我们啊，这个双手下垂的时候啊，哦，各位就可以看，哦，手臂在上，手指在下，然后呢，我们一举上去的时候啊，手指在上，手臂在下，是不是首尾啊相换？哦，首尾相换，哦，所以啊，佛讲，哦，说若此颠倒啊，首尾相换，知世间人啊，一辈啊，哦，瞻视，哎，这个手臂啊，没有哦一定的正，哦一定的倒，没有一定的正倒了，然后我们以为哦手臂有正倒，已经是啊一迷。那执着啊，哦，上是为正啊，下垂为打，那个又加一倍啊，哦，倍迷呀、啊，迷上加迷，妄上呢加妄，这样了解意思吗？都已经唔对啊，个唔对，顶头过来用心，哦，佛就是这个意思，哦，一倍加一倍的沾湿，则诸汝身呢，以知如来清净的法身啊。比类花明、哦、所以从这一个观点、啊哦、知道你的身体跟乃至如来已经证悟的、哦、那个清净法身、啊哦、比类花明、哎、就是拿来相比、哦、这样的就发现明了如来之身、啊、名正偏知如等之身呢好性颠倒、哦、这个如来之身呢啊，就是啊，正偏知，哦，所以呢，我们了解啊，哦，那个正知啊，哎，我们哦了解说，哦，这个心包万法，偏知啊，就是万法为心，哦，所以正知偏知，哦，那我们众生呢，好性啊，哦，颠倒，哦，因为啊，执着，哦，心是在身内，然后法。哦，居呀、啊，哦，这个心外，这样呢就叫做哦好性的颠倒。那么水汝地观呢？哦，汝身佛身，哦，称颠倒者，名字何次啊？号为颠倒。哦，所以这个佛呢要哦这个阿难啊来地观，哦这个仔细的观察，说我们众生之身跟佛身。哦，这个称颠倒者，哦，那个名字何处啊？哦，号为颠倒。那么以此阿难啊，以知大众啊，哦，瞪猛瞻佛，目睛啊不顺，不知身心啊颠倒所在。哦，所以这个呢，我们了解说，哦，这个一般呢，哦，我们都很少啊去探讨的，哦，这个内容。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哦，那个颠倒的名啊，虽然是在哦我们这个啊身上，可是呢，那个真理呀、啊、义理，哎，就是从我们的心，由心呢这个起颠倒，所以啊身上呢不知啊颠倒相之所在，那么其相啊更不在心哦，那个义理呀、啊。乃在于、啊、我们的固执、哦、由迷真呢起固执、哦、才称为颠倒而心呢、哦、实不依之、啊啊、真成颠倒所以在心上、啊、也不知颠倒相之所在那最终呢我们了解说非可相求啊那个颠倒、哦、不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只可以、啊、从义理、啊、来追求
因呢哦迷执哦固执了而受颠倒，然后我们呢迷执固执也不是有相的东西呀、啊，所以不能够哦执哦执其相之所在，哎，所以这边呢哦那个佛一讲啊，哎这个阿难达以及大众啊，哎都哦不知道啊、哦、这个哦佛所指的哎是哦什么样的地方哦所在颠倒。那么佛心慈悲哀悯阿难呢及之大众，发海潮音呐、啊，遍告同会。哎，这个佛哦心呢这个慈悲哦，说我们众生呐 真的都蛮哦迷昧啊，哎，都是哦任妄为真，所以心慈悲哀悯阿难及之大众哦，就是可怜呐、啊、这个众生。然后发海潮音呐、啊，这个海潮音就是呢，哦，这个即时啦、啊，哦，海潮啊，它都呢啊，这个浪一来哈、哦，都会啊这个即时，所以好海潮音呢就是啊这个即时之音。那遍告啊同会，哎，就是啊普遍的告示啊，哦一同哦在这个楞严法会的哦这一些。修持者，知善男子啊，我常说言，摄心之眼啊，即心所识，知所眼华为心所现。哦，汝身汝心呢，皆是妙明啊，真经妙心中所现物。哦，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佛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把凡尘的所有、哦、山河大地、啊哦、所有万象、哎、全部呢、啊、都讲，就是、啊、我们的真心、啊、所呈现、哎、都是妙明、啊、真经妙心之中呢所现的东西。所以这边呢、哦、就是、啊、讲、啊、这个法性、哦、法性中法性全部、哦、这个色心、啊哦、知眼及心所属知所眼华全部呢都是唯心、啊、所现，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啊哦、全部都是妙明、哦、真经妙心之中所现的东西、啊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之所以、啊、这个追求、哦、性理心法所讲的、啊哦、万象、啊、万事、啊、都是我们佛性、啊、所生发、哎、它的根据来源、啊、就是这边。那我们、哦、了解、啊、这个是、哦、法性，那么法性、啊、只有一个，可是法相、哦、就有、哦、五味百法，五味百法，五味、哦、就是、哦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五位五个。那呢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五个、啊哦、五位、啊、把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啊哎、都收纳在这个五位百法里面。那或许呢之前、啊、就曾经有、哦、讲过这个五味百法、哦、那个时候呢承蒙那个坤道典师也印了、啊哦、那个、哦书面资料给我们，有没有不记得了啊？算已经蛮久了、哦、那或许把这个五味百法的内容全部解说要不要？哦、这个五味啊我们先讲第一个色法、哦、色法心法心所法就是心所使用的方法、哦、心所使用的最多了、哦、色法有十一个心法有八个心所使用的有五十一个最多然后不相应法有二十四个无为法有六个
哦，加起来呢刚好一百个哦，啊一百个啊，就是包含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那我们先从哦色法讲，色色就是形象啦，哦，那形象呢，哦，在凡尘来讲有十一个，哎，就是哦眼耳鼻舌身。哦，眼耳鼻舌身五个的，对不对？然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五加六十一个，凡尘的色法就是这十一个啦。哦，所有的万象啊，超不出啊这十一个，都全部啊在这十一个里面。哦，就是啊色法。哦，像呢，哦那个六尘的第一个色。它包含最广，然后呢，心华，心华有八个，各位浅显，八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八识啊，八识知道吗？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八识，这个就是心法，哎。心法呢，哦，有八个，然后呢，那个心手，哦，心手法，心手使用的法有五十一个，那五十一个里面呢，又分成了，啊，哦，五片行，五别境，十一个善法，六个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哦，四个不定法。那二十个随烦恼里面又分成大中小，大有八个，中有两个，小有十个。那我们现在呢，先从哦那个五片行啊，哦先讲五个片行，片行在我们心所使用的里面，哎，哦心所使用的里面呢，我们就是了解说哦，它呢哦就是非常的哦那个宽广。哦，片行啊，五个片行，哦，片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哦，所以那个呢，哦是啊最重要。之前啊，我们都有讲过啊，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有没有？有啊，有，那讲讲看，五片行是什么？第一个啊，哦，就是作意，工作的作啊，意念的意，作意，哦，它是片行在我们哦那个心所里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触，接触，我们接触啊，哦，它就是五片行里面的哦那个第二个，哦，第三个啊，就是受，接受感受。哦，然后第四个啊，就是想，想念的哦，思想的想，然后第五个就是思，哦，思想的思，哎，这个叫片行，哦，片行在我们的哦心所里面，然后五别境啊，哦，第一个呢啊，就是哦欲望，哎，我们的那个欲望。第二个呢，就是圣洁，圣洁啊，就是对我们哦所关照的景象决定认可，不可怀疑啊，一怀疑圣洁就没有了，哦，然后呢，第三个念，第四个定，哦，第五个慧，念定慧，哦，这个叫五别境，要个别的景象，然后呢？哦，有十一个哦，这个善法哦，心所识里面啊，有十一个善法。第一个呢，就是信，相信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哦，信。然后惭愧哦，无贪无嗔无痴，然后精进清安不放逸。然后行舌跟不害，十一个善法，哦，
善法有十一个，然后有六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我见。哦，你看我见啊，列入根本烦恼。哦，所以那个我见啊，哎，就是邪见，不正确啦。哎，这个呢是十一啊，六个根本烦恼，然后有二十个随烦恼，随着哦我们心所烦恼随。那有哦大中小，大有八个，哦八个啊，啊就是啊我们。哦，了解到哦，那个随烦恼呢，最重要哎，就是调举。还记得调举的意思吗？我们把心举得高高，让它不安，这个叫调，心都掉了，把它举高，让它都不在了。哦，比如讲，我们去买那个哦，那个9.6亿的刮刮乐。心有没有掉了？都一直想要丢哈，哎，啊，心都无去啊，那个叫哈掉起，哦，所以哈，哦，我们了解啊，哦，那个掉起哈，就是使我们的哈，哦，那个心呐，啊，哦不安，哦不能够安定呐，哦心呐，啊，都不能够安定，哦那个呢，这个哦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不要哈。哦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哦，不要把心啊，哦，这个举得高高的，让它呢不安定，哦，所以不要有这个调举。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哦最少使用调举的这个名词啊，真少用对吧？所以一讲呢，啊，我们都不知道哈，哦，哎，它是啊什么意思？不知道了，哎，一讲出来。啊啊！下面有做调举，哎，这样知道了吗？哦，所以啊，我们就是啊，哦，不要这个调举，哦，一调举了以后，哦，时时刻刻呢，我们的生活啊，就好像悬在哦那个半空中，哦啊，所以啊，哦，不要，哦，不要有那个调举的哦那个事情呢，在我们生活之中，哦。就是啊，要了解那个重要性。然后呢，哦，这个第二个，哦，第二个是什么？不是都有听过吗？懈怠，懈怠知道吗？所以哦，我们要知道说，凡尘的哦事情要有成就啊，都要精进的，啊。那懈怠的话，哦，一定呢成就不了。可是我们最容易啊，有这个身体啊，那个懈怠是很容易哦就产生，哦，很容易产生了，啊，这个懈怠，哦。然后第三个，昏沉。这个昏沉啊，就是咱的。哦，那个精神不济呀，啊，各位有没有昏沉的时候？哎，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昏沉啊，就是啊精神哦不济，嗯，昏昏沉沉，哦，很容易就形成，对不对？那当昏沉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那个那个觉在不在？昏沉的时候啊。觉在不在？那不觉叫什么？叫无明啦。昏沉的时候还叫昏沉，那就同一个名词了。哦，不觉啦，不觉就是无明。哦，所以我们了解，哦，就是无明。然后呢，这个第四个，哎，叫做啊妄意，妄意知道吗？妄意啊，哎，假如说哈，哦，我们做那个大众运输啊，看到那个哈，哦，两只脚啊，然后伸得直直的，哎，有没有看过？有，那个就叫妄意啊，妄众啊，自己的意念，哦，妄意，哦，
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都蛮哦，生活之中啊，蛮会呈现的啦，都会哦，让我们哦这个走路啊，不很这个羞耻方面啊，不很正确的哎那个方向，哎，所以哦不能啊这个放逸，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哦，所以那个啊是始于心所使用的哦，那个随烦恼里面哦所呈现的哦，然后呢再下来哎就是这个思念，思念啊，我们念哦，我们不是啊哦，保持都没有念头就叫正念吗？哎啊，我们思念哦，就是拢规个六心无主啊，哦思念，然后啊。哦，第七个就不正啊，那个善乱哦，然后最后一个呢不正知，哎，就大的有八个，中的倒比较容易记啊，无惭无愧，惭愧啊没有惭愧哦，随烦恼的哦，两个中的，那小的随烦恼哈、哦、有十个，咋的？第一个哈、哦、就是分一个。分底下一个心，然后第二个呢哦，厌分的分，立心边再一个梗哦，分分，然后第三个护，护啊砍起来覆盖哦，护哦，第四个啊哦就是恼，懊恼哦，然后第五个嫉，嫉妒的嫉哦，第六个牵，牵贪的牵哦，牵，然后呢？哦，第七个陷，第八个害，陷害，哦，第九个骄，骄傲的骄，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老师记得很好，没错，就是狂，哦。然后四个、哦、不定法、哦、第一个、啊哎、就是悔后悔、哦、第二个、啊、就是睡睡觉的睡，第三个呢、哦、就是寻寻找的寻、哦、第四个、啊、就是事，一个人字边在一个总司令的司、啊、事、哦、这个四个不定法、哦、这个、啊、是啊二十个随烦恼哦，里面啊，哎，所呈现的，然后呢，不相应法有二十四个，就是不跟心法相应，也不跟哦色法相应，它就是独立哦。那或许先把它哦从头到尾念一次：得命根众同分一生性，然后呢？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然后名声俱生闻声生住、哦、老，然后啊这个生灭流转、哦、然后同意相应、哦、然后啊这个四树次第、哦、然后、哦、这个啊时间的时，方大方的方，以及树树木的事，然后合合性跟不合合性二十四个、哦、我们再来一个一个解说它的意思。第一个呢得、哦、我们得到了，得到跟失去、啊哦、它是相对待，所以这个得呢不跟、哦、心法相应，也不跟呢色法相应，它是独立的、哦、得，然后我们呢命根哦、我们、啊、生活在凡尘、啊哦、有命根、哦、然后众同分、哦、众人大家都一样、哎、那个共识、啊、众同分，然后异生性，异、啊、不一样、哦、然后生性生出来、哦、异生性、哦、不同，然后呢、哦、那个、啊、受想定灭尽定、哎、这个是以我们修的定力
哦，也跟色法心法不相应哦。然后呢，再接着下来就呢名哦，我们那个名称啊，名字的哦，那个名名声，然后呢哦，这个句哦，一句一句啊，句声，然后文文章文声哦，三个，接着呢生住老是属于我们哦，在凡尘的生哦，然后住住相。哦，老年岁大，哦，生至老，然后无常流转，哦，无常一个，流转一个，哦，然后呢，同意，哎，同跟啊意，哦，不一样，哦，然后相应，哦，相应也不属于心法，也不属于色法，哎，所以它哦不相应法里面，哦，然后呢，再接着啊。哦，四数，四就是势力、势力啊，四度的四哦，然后啊，哎，这个啊，次第一个接一个 ，one by one 哦，次第，哎，所以呢，我们了解啊，这个哦，都在不相应法里面。然后呢，哦，接着啊，哎，就是时，时间的时，然后荒，大荒的荒。哦，然后树，树木的树，哦，手，哎，然后啊，合合性跟不合合性，二十四个啊不相应法，然后呢，哦，第五位的哦无为法，那无为法哦有六个，哦，虚空无为，然后则灭，显则啊灭，哦，非则灭，然后呢，哦，这个不动，哦。然后呢，受想灭跟呢真如，哦，这样呢，整个五位啊，刚好一百个法，哦，五位百法。刚才啊，哦，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呢，哦，色心诸缘，哦，色法心法以及呢诸缘，哦，心熟跟呢不相应啊，跟无为那个都属于哈诸缘所有的因缘。哦，以及心所属、心所使用的方法，哦，诸所演法，全部啊都是哈、哦、唯心呐、啊，哦所现，都是我们的哦那个真心呐、啊，哦所呈现呐、啊。这个呢就是啊，哦万法唯心，哦心包万法。之前啊，我们师长都会讲说，我们无念的时候啊，叫做什么？叫佛知佛见，对不对？那佛知啊，三际心不可得；佛见啊，不执着依，不执着意。有没有印象？好像是忘光光了哈、哦。哦，所以有时候啊，哦，我们了解说，一研究深入了以后啊，有蛮多的哦一些啊。哦，那个内容名词啊，哎，我们有时候连听都没听过了，哦，没听过，当然就不知道哈、哦、它的意思啊，哦，不了解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那更差得很远，哎、啊，所以我们要做、啊、都是要先了解，对不对？哎，因为我们哦，今天就是。哦，我们这个农历年的最后一次上课了，哎，下次上课啊，已经过年元宵以后啊，2月11号，哦，2月11号，哦，就是明年第一次上课，啊，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哈、哦，哎，我们就可以啊，哎，这个拟定方向目标，背一背哈、哦，我们想知道的真理，哎。假如说、哦、我们利用这个过年的一个月时间、啊、把这个五味百华都背下来，可不可能？明年有没有那个勇气说，我来背给大家听？有没有？五味百华，因为、哦、我们知道了以后啊，就会了解说，凡尘的万象万事啊，
离不开哈、哦、这个五味啦，哎，色法、心法，哦，心所使用的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绝对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哦有背的时候，知道是它的范围哦到底有多宽广，哎，那我们了解以后啊，哦，对真理的那个认识啊，哦，有非常大的帮助，哦。就不会哈含里糊里呀，我们时常都会哈含混，对不对？啊，拢是安尼啦，啊，都安尼都丢啦，都安尼，拢个夹夹做伙啦，哈，有没有？哎，那我们假如说对这一些哦比较深入的话，哦，会知道啊，它每个角度所讲的哈都不一样。那我们不一样的角度啊，有不一样的作为。哎，那成就啊，也以不一样的程度了，哎啊，所以那个也是、啊、帮助我们自己，哎，所以哦，或许之前呐、啊，哈、哦，就已经啊有讲过了，哎，因为在北部啊，这个楞严经呐、啊、有讲过两三次啊，所以那个时候啊，也就有哦被那个五味百法，啊，现在呢又把它。哦，这个恢复啊，哎，卡扎所背能够改复习，哎，啊，所以啊，哦，不但能背，而且能解说。我们很多都是背啊，哦，背的时候会了，可是，一解说以后啊，解说完了哈、哦，糟糕，下面个接的下面全袂记，时常都会哈、哦、有这一种现象。他、啊、所以背得很熟以后啊，哎，就不会了哦。他一个会接一个。啊、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佛所讲的，哎，就是凡尘的万象万事啊，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的、啊。哦，这个呢，我们要接受啊，也是要一段时间，对不对？你看，我们已经上课两年多了哈、哦，啊，接受这个观念啊。是不是刚开始听说啊，哪有人安尼吼？嘿，什么山河大地拢我的佛性，很奇怪吼、哦。我们都会说山河大地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会全部都是我的佛性？哦，可是我们一研究了，一深入了以后啊，哦，没有真心佛性啊，就没有山河大地，所以整个哦万象啊。都是我们、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哦、真心佛性、啊、虚空无相，不拒绝、啊、诸相发挥，所有的万象要发挥，我们佛性都不拒绝，都让它呈现。那万象的呈现、啊、跟万象的、哦、那个、啊、消失、啊、时间呢都很短暂，不过、哦、百年而已啦。那百年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来讲，它只是一个刹那，一刹那、哦、很短暂、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哦、为什么会生花，生花呢就是众缘际会然后才生花。之前、啊、或许还记得说在义佛宫有上过一堂课，那个时候啊，就是用这个，我讲吼，大家拢有双手啦吼，用用的时阵手忙拍，了解道理呀。哦，你看咱拍吼，拍破啊声对无？这个声的来源呐，哦，为倒来，为正手来，正手会出声未？为倒手来，倒手会出声未？为空中来，空中会出声未？无因家己造出来，无因会出声未？拢未吼！啊，你看众缘聚会，有正手，有倒手，有空间，啊，有咱的心，声就造出来啊，对不？对啊。啊，所以凡尘的万象跟万事，拢是安尼啦。众缘聚会，它才呈现，叫缘聚吼，啊，则生啦。啊，即卖缘散，你无咧拍，则灭，就无去啊。对不？啊，咱知影这个道理吼，啊，爱顾住外面，
拢唔免啦，对不？啊，万行拢是因缘起发才出来，万年那消失就无去啊！啊，咱那都固执，固执害得啥？害家己啦，害家己拢足烦恼的，对不？有没有？嘿，啊，咱那拢无吼，讲啊，迄个缘聚则生，缘散就灭了，过了就过了啊！吼、哦，不要有三心四相，唔是整个佛性拢呈现啦，好不？嘿，所以吼、哦。当下的一念啊，万万年拢伫内底，慢慢你拢伫个咱当下的一念。啊，咱若有三心四相，咱就拢伫个六道轮回。哎、啊，爱想苦嘛吼，啊苦未了，啊苦未了，想找，家己找来对不？嘿，啊，咱就拢家消掉，吼、哦，再苦未了，拢家消掉，那是咱家己找来。迄景吼，景色已经拢变换，咱固执伫个旧个景色内底，好也阁固执条条，有无？拢安尼吼，迄甲咱骂人，毋知拢走啊倒去，啊，咱伫个骂个迄个内容内底，也阁气甲安尼吼，阿妈滚筋大细条，有没有？真戆吼，真戆啊，真巧。唔过，咱也无去吼，佫会红笑。所以哦，我们了解到哦，在凡尘呐，我们走入呢这个真理世界。所以啊，一进入以后，哦，咱都要了解，别人好歹是非拢免讲啦。哦，伊做足侪功德，唔分我啦。啊，伊做足侪罪过吼，我唔免去甲担啦。安尼爱去讲人的哦是非也免，唔免啦吼，诶，迄无效嘞吼，诶啊，所以吼，迄就拢卖讲，吼，拢过去啊啦，迄拢无，诶啊，所以吼，观恶缘啊是功德，迄无代无志吼，吼，甲咱人人嘞，甲咱骂骂嘞，我们想一想啊，哪样呢？吼，是啊，哪样甲咱骂骂的吼？啊、是什么原因啊？原来就是咧，甲他消一寡业，甲他消一寡罪。啊，咱那家己吼，吼、哦、对立呀、啊，就是不爱好消啦。啊，平常咱拢安尼吼，咱拢固执条条。啊，我的都我要甲抹条条啦。嘿，我的罪过，我的业吼，我拢要甲抹条条，你免甲我消啦，是不是这样？好像是哦，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啊，喜欢骂人啊，哈，那个自己啊，就是不明理，不明理才爱骂人啦，对不？啊，不明理的人有可怜啊不？可不可怜？很可怜哦，看他跋落去孤井，啊，咱唔通摸着他，搁甲沉落去。哦，所以哦，哎，咱知伊可怜就好啊。伊后日啊吼，迄个景象，伊咧甲咱骂，咱伫咧看伊可怜，这样会怎么样？哎，那个哦，旁边有手机照相的话，赶快照起来。哎，一个接受嘲骂，一个骂人，然后哦。那个啊，被骂的人很高兴，骂人的人吼、哦，那个气势啊，足强的，嘿，一定哦，食足侪迄个五辛呐、啊，五辛怎样？哎，讲看卖，长安古菜，因为那个五辛啊，会帮我们哦。帮助我们发威啦！嘿，你若拢卖食哦，你咧受气哦，迄个面容拢未歹看，好看好看。啊，你若食迄五辛哦，吼、哦，迄、那个受气哦，因为帮助你呀，哦，遐食遐物件帮助你，哦，发出来迄个威形哦，真重，啊，看到会真恐怖。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哦、要培养这个素食？假素食一方面哦，无甲只下等动物啊结恶缘，啊一方面啊培养咱哦迄、那个慈悲的心，慈悲喜舍啊是咱佛性内底本来就具备，本来就有。可是我们现在哦，大概都拢唔知影讲咱佛性有具备啊。哦，慈悲喜舍，哦，慈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拔苦，把人家的苦啊拔掉，然后随喜功德是无边，哦，要随喜，哎，人家好了要高兴，哦，然后舍啊就是布施，什么啊都可以给人，哦，这样呢就不执着，哎，啊就呢很快乐的生活，哎，所以我们了解说。佛性里面就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哎，本来就有，可是我们现在、哦、都没有，哦，都没有了，哎，所以、哦、这一阵子啊，又看那个老子的那个，哦，那个天运、啊，哎，老子在讲那个终无主而不止，有听过吗？我们中心没有主人呐、啊。哦，那个道啊，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听鬼爱记你啊！哦，我们听鬼拢啊，你等于家人较恒过，你大等于啦。难道我又背着回去了？难怪每一次都那么重。所以、哦、那个、啊、老祖讲的、哦、那个道理、啊、都是很简单、啊、很扼要、哎、说我们中心没有主人、啊、道就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然后外无正而不行，外面没有正念、哦、你就没法走出来，所以、哦、走出来都跟精力、啊哦、相符合，你才能这个做得出来，然后、哦、那个名啊功气啊不可多取，那种爱名对不？爱真好的名，爱红耳朵，吼、哦，迄、那个名名哦名声啊，老子讲迄公器，公共的器物啊，哦，不可多取，袂使提伤济啦，一时也就好。然后呢，仁义啊，哦，先王之哦取汝，迄就是先王吼，迄个因哦，迄个传递信息。啊，咧吼休困的迄个驿站啊，吼咧休息的房舍，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会使待一暗，还袂使待伤久啦。哦，所以那个哦仁义，然后哦这个古之智人，古时候的智人呐、啊，哦那个假道于人，偷朽于义呀、啊，就是啊从那个道里面的仁义哈、哦，然后去行持，哦。然后这个啊，已有啊逍遥之息，哦，然后是以果简之田，哦，利于不殆之朴，哎，逍遥呢无为，然后果简啊易养，然后呢不殆啊无出，哎，就是说呢，我们要培养那个无为的哦那个生活哦无为无所作为哦。然后果简易养，果且简单啦、啊，就好吃的啦，吼、哦，啊身体够健康，哎，咱即马食了伤好吼，身体毛病真济啦，哎，啊食愈简单吼，身体愈健康，哎，啊愈长岁寿，吼、哦，啊不殆就是不磨砺，不磨砺的话吼、哦，我们精神啊就不用付出，啊就会吼、哦、完整，啊咱拢付出吼、哦，神都善的啦。哎啊、所以 老子讲说以父为事者、啊、不能让路、哎、就是、哦、他都爱、哦、就爱探钱、啊、就爱、哦、累积、啊、财产他、哦、那个、哦、别人、哦、那个要探钱的那个路、啊哎、他都、哦、不会去牛人他都要占的自己谈，那以显为事者、啊、不能让名、哦、显明显
啊，你若安尼直直追求要出名，吼、哦，你拢迄名拢袂去让人讲谁个名，吼、哦，若比你较好较，吼、哦，安尼较侪人学了，你就嫉妒啊，有没有？我们都会这样吼、哦，什么人好啊？那安尼安尼，大家咧学了吼，迄内心嘛好安尼，已经嫉妒啊，唔好讲诶，哎。然后亲权者啊，不能遇人贬，吼、哦，就是讲你若爱管，管拢六条条啊，你就袂放吼、哦，放管互人，吼、哦。然后而一无所见啊，对这个道，一点点啊都没有去体悟，一呀、啊、就是道，对一呀、啊、一无所见，就是没有吼、哦、去印证那个道。那么以亏其所不修者啊。是偏执入明，啊，看伊遐无用是咧创啥？哦，原来就是上天哦，伫咧刑罚人民啦。啊，咱若接受上天的刑罚，哦，就是咧追求钱、追求名、追求权利，哦，迄个已经咧哦，上天惩罚。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是在《庄子》的《天印篇》里面啦，哦，第五小段。那一段也蛮、哦、对我们帮助也是蛮大的，因为孔老夫子研究啊，哦，易经已经有哦十二年，可是还没有得到。那我们现在的人哦，研究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了、啊，可是哦，我、哦、都会哦称为自己啊都已经了解了，就可知道哦，我们那个啊差的那个程度啊，哦很远。那我们要回来哦，啊，讲这个哦，《楞严经》还剩下二十分呢、啊。各位有没有很多问题要问？没有，我们再讲个十分钟，还是要留给各位问，或者都鼓励哦，有疑必问，才会进步的快。好吧，我们再讲个十分钟哈、哦。释迦牟尼佛讲说：“允和汝等啊，遗失本妙，哦，那个本来自妙了。所以我们了解哈、哦，啊，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啊，就是啊，哦，非常的这个奥妙，哦啊，所以佛呢啊就讲说，哦，为什么我们啊这个遗失本妙，哦，就是呢这个责怪啊，哦，这个阿难及大众。”遗真的任忘、哦、就是遗失、啊欸、那个真的任忘的、哦、那么前面阿难有问、啊哦、若此见闻、啊、必不生昧，因何、哦、明我等辈、啊、遗失真性、哦、所以他的意思、啊、阿难的意思呢、哦、不知以何因缘、啊、收为遗失、哦、那么这一段佛现在讲这一段闻得汝等呢，遗失本妙，言妙明心呢，保明妙性啊，任悟中迷，就是哦，他那个遗失哦，那个 啊真心的缘由哦，因缘。那么由颠倒啊，哦而说失啊，因为颠倒，然后才讲哦这个遗失哦，是啊。本来就没有遗失了，可是好像哦，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认识啊，就好像失掉一样。所以哦，就哦，我就讲哦，就是这个本妙，它本来哦自妙了哦，不假修为，不用我们修呢，它就已经很妙哦，就是我们的心性啊，本来哦这个自妙。那么再讲。哦，这个言妙啊，哦，明心，哦，这个言啊，就是我们那个本觉照用，哦，言容呢，囊彻，哦，言呐、啊，哦，眼觉照用，因为言后面呐、啊，哦，加那个妙，就是啊，从妙呢起名，那个妙啊，就是不变之体，哦，然后后面那个保明那个明啊，就是随缘之用。哦啊、所以不变之体啊，妙在前面，然后随缘之用啊，哦，明在前面，哦，言妙保明。
先了解他的那个意思吗？了不了解？哦，圆妙啊，就是呢啊，在讲说哦，本觉照用我们那个本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啊，哦，妙不变之体，哦，不变之体啊，就是妙。哦，那后面那个宝明那个明啊，就是随缘之用。哦，啊，所以先啊讲那个本体，哦，圆融。哦，那个圆妙明心是从妙呢起名，就是呢极而常照。哦，用极或是用妙啊，都是讲哦不变之体。哦，啊极而常照，哎，那个照啊就是啊随缘之用。那么宝明妙性啊，宝哦就是本性啊，这个集体清净呢哦坚实。哦，乃极明啊而妙，哎，那个明啊就是照用，哦，照而常极啊，哦，这一些啊啊就圆妙明心宝明妙性啊，就是我们心性的全体大用，哦，佛都是这样啊，我们众生也是这样，只是我们没有认识而已，哦，这个原本啊都是自己呀、啊、本有的这个家珍，哦。家里啊最珍贵的哦东西呀、啊，我们都遗失掉。那么最后一句啊，任呢物中迷，哦，任呢就使以啊这个颠倒的哦那个执固执的哎我们那个情绪，不当任呢而任呢，哦，这个物则哎就是啊领悟啊万法唯心，哦，心呢能够包万法，那迷则呢？就是迷这个法皆在心外，那么心呢、哦、就在我们身中、哦、所以我们众生呢、哦、应当、啊、要反迷、啊、归悟，那么允和呢、哦、竟、啊、任呢悟中一点迷情、哦、为自己的心性、哦、这个呢就是、啊、这个颠倒、哦、即为、啊哦、遗失呢真性，那么更执着啊，哦，认了这个迷情，哦，以为真心，这个就已经啊，实以啊，认物为己，认了所有宏图啊，哎，就是我自己，哦，认为身体啊，哦，四大假合，哦，是我已经呢，就是啊，迷上呢，哦，加迷，哎，就是被迷，即是啊，颠倒之中，哦，加一倍的啊，那个颠倒。那么心的迷悟啊，跟手臂啊这个正道来哦对论哦，其理呀、啊、很容易了解。那么心呢，本来哦没有迷悟，而说迷悟哦，如手本没有正道，而分呢这个正道。那么它的病所在啊，哦，全部是在固执那个执啊，哦这一个字。我们固执这个执情、啊、假如说能够化解掉、哦、就变成、啊、正偏执、哦、那执情呢、哦、不化、哦、不把它化解就变成、哦、性颠倒，那么见、啊哦、虽迷执颠倒而真心呢、啊、它不会、哦、依它真的颠倒、哦、所以好像我们人、哦、迷东为西啊，那么东呢实在不会转成西啊，只是我们人的认知啊不同而已，所以、哦、了解啊这个凡尘事啊，我们、哦、这个知道正确的呢并不多啦，很多都是、哦、这个一知半解、哦、那么接着呢就讲这个、哦、毁灭啊为空，空回暗中呢、哦、这个结暗为色，所以、哦、这边呢、啊、就已经在讲我们、哦、那个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哦、那个啊、那个毁灭为空，本来、哦、是真空啦、啊、变毁灭空，那毁灭空啊就是完空、哦、在空回暗中呢就会结暗为色、哦、就变成啊山河大地啊，三河大地的由来，它的、哦、那个因缘、啊、就从这
这个地方啊就已经开始在讲，所以哦，我们了解说哦，整个啊《楞严经》呢，就是佛在讲哦，我们的哦那个心性哦，呈现了、啊、在凡尘的所有一切哦，讲的最透彻的哦一部了哦，一部经典呢，就是啊这个《楞严经》，所以哦那个底下哦那个小的字啊。乃由最初一念的妄动，一念的无明，迷这个性明，成无明，所以叫毁灭。那么由此无明啊，将这个灵明洞彻的真空变为啊毁明啊，暗昧的虚空，视为业相。这个时候啊，这个业啊已经形成，这个啊就是啊从真啊起妄，就是经典里面呢啊所讲的迷妄啊才有虚空哦，然后呢依空呢立世界啊，那么空为暗中呢，这个结暗为色，在这个完空啊毁灭的暗中哦，护依呢这个无明之力啊，转我们本来有的那个智慧之光，也就是般若哦，为能见啊就妄见。所以能守啊，从这个地方建立，所以是第二个转向。那么以这个空为暗中呢，亦有所见，而业相哦，亦无形相啦，业相没有形象，所以本啊不可见哦，没有办法见。然后呢，我们眼睛啊瞪以花牢哦，就看到空中有花，所以结暗见啊。合成四大所有宏图之色，遍起啊三合大地世界哦，依报，正报是我们身心呐、啊，依报呢就是外面的景象，外面的环境，所以啊就讲结暗为色哦，是为现象，有业相，有转向，有现象哦，就是我们哦《楞严经》所讲依空呢哦，然后立世界。世界有了以后啊，想成啊成国土哦，有世界有国土啊，然后我们众生啊，就这个出现了、啊、在国土之上，所以和这个业相转向哦，这个现象哦，三相为这个三系哦，就是阿赖耶识啊以上的这个色空等法。迷则误论啊，虚空世界啊，心外实有，不知道呢，就在我们的个真心之中。那、啊、接着哦，色杂妄想那个啊，我们要明年再研究了，因为只剩下十分钟，留下十分钟呢，给各位提问，有疑啊必问，好，请说。请教刘老师哈，我们说万年万象哈，万年万象一念不生啊，可是《金刚经》它第一句话说，亦无所住而生其心，那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好，请坐。这个《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啊，而生其心，那个应无所住啊，也就是万年的放下，一切啊都无所住，因为有所住它就把范围缩小，那无所住啊，我们那个佛性啊，尽虚空遍法界，很宽广，所以应无所住啊，就是万年放下。然后呢，耳生其心啊，那个就是啊，真空妙有。所以真空妙有啊，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也就是一念不生的状态。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说，只是文字不同，它意思是一样。
哦，那个应无所住啊，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能够啊，万念放下，就是一切都无所住了。一切都无所住啊，才叫做万念放下。哦，那我们在《楞严经》里面呢、啊，哦，讲到啊，七次哦，真心处，心的地方所在。那么这七个地方所在啊，就是我们凡尘的所有境界相，所有的境界，最后一个甚至啊，连哦没有形象的也包含在内。所以不管有相，不管无相，一切呢都无所住。一有所住啊，就不对了，哦，就已经错了，离开呢佛性本体，就变成了、啊、佛性的功能作用了。啊，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在凡尘用，可是用了、哦、只有一次。哦，像或者讲，我们呢，哦，以那个哦，我们的嘴巴里面的舌头，表示说它、啊、不变之体。哦，那我们吃花生、吃甘蔗、吃梅子、吃面、吃饭，那个是随缘之用。那随缘之用啊，哎，我们要了解说。当我们花生吃完了，那个花生味道、欸、就消失了，那个就是随缘之用的用，它只有一次啦。不是说、欸、你没在吃土豆，土豆味还都、哦、嘴都在了几天还都有，不是这样啦、欸、所以那个用、啊、只有一次。可是体、啊、你看我们的嘴子、哦、它现在、哦、都没吃什么的时候恢复、啊、跟不变之体又回来哦，回来不变之体，你现在又、哦、吃什么、啊、还有什么味又造出来，又又随缘之用、啊、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保持、啊、那个体、哦、我们掌握到体，那随缘之用、啊、就、哦、那个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哦、用的时候我们就用，该用就用、啊、那个已经用过了就丢哦、用过了就把它呢、哦、抛开了，不住在、哦、我们心里面，这样呢我们这个心、啊、就清净、哦、时时刻刻、啊、它能够集而常照，照而常集，集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样了解吗？集照同时，集、啊、不变之体，照啊，随缘之用啊，它同时，同时啊，哎，都是同时呈现，同时呈现有不变之体，同时呈现有随缘之用，那我们都能够了了分明，这样知道吗？知道。哦，啊，所以哦，《金刚经》的哦，应无所住啊，跟我们哦，在日常生活之中万念放下。它是一样的、哦、你无所住、啊、是不是已经没有万年了，对不对？万年都已经放下了，就无所住了。可是无所住、啊、会变完空，所以耳生其心，耳生其心、啊、就是有在无所住的、哦、真空之中呈现、啊、没有形象的有，那个就是佛性本体，也就是即照同时，这样了解吗？了解。哦，听久了，一定会熟，一定会熟悉啦。你直直个听哦，听久就熟悉，啊，熟悉就必然的呀。哦，啊，就呢，能够在真理世界之中呢，哦，讨生活，就会很自在。还有五分钟，好，请说。好。什么叫做火候不够？它如何培养火候呢？好，请坐。这个火候、哦哦、你有煮过饭吗？那饭如果等在煮、哦、绝对不能去烟火。你如果去烟火，那家饭哇干嗨啊，排吃、哦啊、所以要火候够。像或许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啊，哎，煮迄落吼，哎，大鼎吼，迄落饭啊，用草音呐，吼，哎，丢啊挂挂嘞，哎，草音吼，提来做迄落茶吼茶火，啊，即嘛吼拢
吼、哦、要煮饭啊，迄米吼洗落去，啊手吼、哦、都浸水啊，都淹到手半满，安尼水拄啊好啦，嘿刮个坎咧吼，草淹落去啊，啊即马兄吼听内底啊，啵啵啵啵啵，吼、哦、水滚啦，啊即马啊声无去啊，水大啦，啊水大的时阵吼、哦。都唔通阁兴烈火，即马阁兴烈火就臭火大，嘿，啊，所以吼、哦，迄、那个时阵啊，就安尼吼，迄、那个安尼温温啊火，用温火吼、哦，火烘，啊，即马烘甲迄个饭的味吼、哦，汤味拢走出来，迄就熟啊，迄就火候有够。啊，你呢？要阁等咧，啵啵啵啵，迄火候也未够，哦。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做万缘放下，哦，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是要认识，认识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那个时候当然谈不上火候了。啊，你现在、哦、已经、哦、抓到佛性本体啊，现在又累，又接下去，又再走，又再做万缘放下，又一念不生，那就在培养火候了。啊，你现在那个火候一直培养。哦、培养的中间、哦、它一直累积，本来、哦、那个培养出来开始、啊、就是执心啦，啊，现在又来、哦、就变身心，又来、哦、变大悲心，那个大悲心就成就了，那火候就都有了、啊、所以火候有的时候、哦你就能够、哦这个事还没有来你都能够、哦、去感应到、就是会事先啊哦、有第六感，然后会有 一些、啊、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讲神通它都会呈现，那个是有火候以后 才会有的这个现象、啊、所以假如说我们刚开始做，刚开始做都不会有啦、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到那个佛性本体，那往后、啊、就会一个一个、啊、一直呈现出来，哎、啊、你不用心去做，只有安尼蒙一个，哦，一个轮廓，和你蒙掉啊，你都该放弃，那就谈不上火候了。哎、啊、所以火候就是要培养，哦，就是久的时间呐、啊，对的方式，哦，跟真理相应的对的，你要坚持去做，久了自然呢，火候就呈现。还有两分，好，请说。嗯，杨老师好。好。何谓空如来藏？何谓空不空如来藏？好好，这个呢，第一个啊，空如来藏，就是哦，全部啊都是真心佛性本体啦、啊，那个叫空如来藏，哦，是实以啊，我们偏真，偏在真的方面，啊，那个不空如来藏哦，就是啊，跟凡尘的现象已经融会合成一起。哦，他已经呢进入啊凡俗，所以空如来藏都是真谛呀、啊。然后不空如来藏的是俗凡俗的俗谛，然后空不空如来藏哦就是中谛。哎啊，所以了解说我们呢哦就是啊到最后的那个空不空如来藏那个啊中道，中道而行，都很。哦，生活之中啊，很符合真理。那我们哦偏空的话，哦那个空如来藏，就是在佛性本体啊，我们很注重，就会变成哦阿罗汉，独善其身呐、啊，不想兼善天下。然后不空如来藏，它就跟凡俗啊，融在一起，它有哦要兼善天下的心，可是啊比较着重啊。哦，凡尘的一些事物，然后到达空不空如来藏，那就已经呢很理想的状态，哦，是这样的。阿伯蒙个人走一道，再久也无看，这样了解吗？哦，哦，到了下课。